二十师兄，看到没有？去窗子那儿活到里头啊！顺材自由，看到没有？这是调味了哈，胡椒哦，白糖、胡椒粉来的，盐巴。 鲜熟，你看到没有？鸡精、味精，十三香。哇塞，二嫂，二嫂长老就是大福分儿，哦。哈哈哈！太麻了，这个。 搞定，这开始包啦。哦，和起这个，和起葱粉在里面就可以干喽。但是我还是来学吧一下。哎呦，那个三婶来装。 我们二嫂开个头看，看看，一个就捏起喽，快当哈，上色胖妞儿。 帮你那儿上一下嘛，先看二嫂帮两个，看看下下子今年再说。量下就是一个，二嫂帮两个嘛，我帮一个嘛，包一个少一个噻。哎，对对对，哎，以前的。 以前的饭就不要了，哎，也是多的很，是多的很。搞的是，对了对了对了，还是有点强的家人。可以。再包两个就会了噻哈。嗯。给他们两个包起水，那是一个展现。你搞懂。还没包到那里头。 像掐的，像不像我们四川人说掐是啥子？看到二娃包饺子，那口水都流到那个饺子上面啊！不行了，他妈你不要那么夸张嘛！ 下次我买到超市来包给你们看一下子，不要看二娃包饺子不得行，包超市那是可以，我跟你说，而且又好看，又快，牛皮啊是要吹起噻，是不是？哎，有提壶哈，看到没有？一个俏皮包，金元宝。来来来，看一下胖妞儿来看哈，看胖妞儿的技术如何？ 来，我们给他加下油，打下气哈。哎呀，我这个技术吗？这个手脚，好沉稳，是不是？来来来来来，来看胖妞儿这个手脚看。
哎呀，这个饺子吃起来可厉害！还可以的，味道是一哎样呀，的。这个饺子你是在那个快手吗？抖音上面学的啊，啊，我学不到一抖抖下啊。上面学的还可以，还可以哈。是形状不一样，味道不一样的。看到没？还可以哈。很漂亮的。对对对，还带个屁股。哎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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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第一次啊，这个包这饺子第一次啊，哦，还冒水呀。哦，也把水捞了。来来来，再来看。你看我跟二嫂他们一样的包我。想吃这个饺子，可能，哎，要等好久啊。还是可以，还是可以，可以，可以。来，大家不要嫌弃，是不是？跟胖妞儿家还有的还吃啊？对呀，啊，还是可以啊，能吃就行啊。对对对，可以，可以，可以，比我包的好看。熟能生巧，是不是？这就是。你看勺子多快啊！我这样包快一点，就这样。这个叫做温柔一刀，看到没有？来来来。哎呀，所以说包的慢。慢工出细活，但是还是很要用心，是不是？我叫你这边倒，你怎么往这边倒呢？他不听你的话噻！哎呦，最后一个包漂亮点哈，等一下看看。哦，最后一个可以，还可以，可以。来，我给你打百分哈。好，完美收工。看到没有？没写哈。不晓得等好久。哦，要水花。你开心的吗？那个壶还开心的吗？哎呦呦呦，好了好了好了。看到没有？哇塞，热气腾腾的哦，好巴适，看到没有？美味哈。都说我头发有个性，有啥子个性？我说这饺子才有个性。他应该有，现在都上了。这个整块太小了，有点难吃。看到没有？两盘，来。上菜，上菜，来，八十，八十，来，哎，干嘛？哦，来来来，辣辣热热的，看到没有？比桌子的美味。